亲爱的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你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现在特别害怕失去你，你千万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亲爱的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刚才充了一年的视频会员，不小心充你号上了。一年之内咱俩别分手行吗？走吧。哎，老婆，你这穿的是什么呀？怎么了？那女人是男人的面子，知道吗？那你出门打扮一下啊！你看看人家于哥那老婆，那高跟鞋、小短裙儿，一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老迷人了。你再看看你，那你在这等我会儿吧。行，不着急啊，等你。干嘛呀？照照，心里有数了吗？这不咋地啊！穿那德行，走吧。